夫人带我打老虎。爆竹招福，这台机器有人输钱了，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50转快压系列，看看这台机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好运，走人。免费的赞还请各位帮我点一个，谢谢了。我的天，三奖齐开，各位你们敢相信？快压系列过不过瘾就问你们。走人！爆竹招福的三奖齐开哟！哇，还不少呢，我去！我们打底就是多少钱？375打底，各位你敢信？看看上面怎么说。上面加了5块，OK， 上面刷新了，上面继续走神兽，上面加7.5，上面加12.5，非常不错哦，上面加19.5，上一轮，下面也刷新了。上面神兽又走齐，上面加7.5，上面加9.5，上面加12，上面上加了12块这一轮。上下神兽，上面加10块，上面加12.5，下面加5块，下面加7.5，走。OK， 下面刷新了，非常好。上下神兽齐开，上面这一轮加7.5，加12.5，下面这一轮加2.5，走。好。哦，上面刷新了，非常棒哦。OK， 上下神兽齐开，上面这轮加12.5。加15块，下面这轮加2.5，OK， 上下神兽继续，上面加2.5，下面加5块，OK， 神兽继续，上面加7.5，上面加10块。下面加5块，下面加12.5，下面加20，上面快到生死局了，怎么说？上面还有最后一转，然后上面开始还有神兽，上面加12.5，走，上面能不能给我们来点东西？哎呀，上面没了，哎，下面刷新了，不错。OK， 我们中了个 minor 100块，非常棒哦。下面加7.5，下面加10块，下面加15块，下面神兽继续，下面加7.5，下面加10块。神兽跑起来，下面加5块，下面加12.5，下面加17.5，下面加27.5。走，神兽跑起来，下面加2.5。哦，我们有机会中 grand， 各位，怎么说？里边是空的，他这应该是已经提前决定好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是拿不到了。下面加2.5，但是神兽还能继续跑，下面加5块。下面加10块，OK。下面加12.5，OK。神兽继续最后一轮，下面加5块。好嘞，看看我们最后结果如何。
OK， 非常不错哟。OK， 快牙系列应广大观众强烈要求，看来我这个系列还是不错的，快牙比较过瘾，希望各位观众看得过瘾。我们今天有盈利，非常不错，大概盈利700多块，走人。爆竹招呼，这边是有人说到4毛5走了，继续快牙系列，走起。哦，我们中了 double up 哦，非常不错。double up， 怎么样，各位观众，快鸭是否符合你们的口味？如果你喜欢看快鸭，请在留言下方告诉我你喜欢看快鸭，我们将继续做这个系列。哦，我们下面生子局喽。哦，我们下面拿到刷新了，棒棒的。OK， 我们上面到生子局了，上面怎么说？给我们掉一个，救救他，救救他，救救他！哎呦，上面没了。哦，但是我们下面掉了好几个大的啊、哦，下面刚才掉了40块这一轮。最后一转，好嘞，让我们看看结果如何。OK， 我们拿到95块。95块大概是20多倍，这是这台机器大概的区间吧，这台机器大概到20到30倍，好的时候也是像这个 Medicash 有100多倍。那我们就这样好了，走人。点赞了吗？订阅了吗？快点，下次再来哦。